屹立水土浩瀚的海峡西岸，坐落东南沿海高新特区，畅享海陆空便捷交通运输网，温州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似一轮蓬勃而出的红日，凝聚着全球的目光。上世纪70年代，温州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其独特的视角，以打造国际现代型工程机械企业，以构建混凝土机械制造行业新格局为目标，走上了开拓。迎着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的环境，勇于拼搏，健康发展，为振兴中国工程机械行业而孜孜不倦。温工这个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现拥有厂区面积1.5万平方米，员工200人，各类高级技术人员30人，已具有年产砂浆输送泵、砂浆喷涂机12000台套的能力。雄厚的技术力量、先进的加工工艺、完善的生产装备，使温工成为中国公认的制造砂浆喷涂机最具实力的规模企业。公司严格遵循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，让温工跻身于世界知名品牌行列，与其并驾齐驱。温州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立足国内领先技术，依托国际合作研发优势，联合德国诺德、三门、日本久保田等著名公司，长期致力于混凝土机械制造，在引进德国柱塞式、挤压式、螺杆式混凝土输送、砂浆喷涂等先进技术的基础上，大胆开拓，积极创新，先后生产制造出各种高精度、高品质、高稳定性的工程机械产品。其中有温工研发的砂浆喷涂机，因采用单体整接结构技术，以其独有的高压力、大排量、超耐磨及匀称的雾化功能，一举将国产喷涂技术推向国际市场。而由温工开发的高层砂浆输送泵，以其高性能的密封结构，采用高强度的耐磨材料和运用 PLC 自动控制、工作稳定等特点，得到了广大用户的认可与称赞，为中国推广应用预拌砂浆机械化施工迈出了坚实的步伐。本世纪初，温工首批 GP60R 砂浆喷涂机应用砂浆喷涂高新技术，配置世界著名久保田动力进入法国市场，为我国砂浆喷涂技术研究、开发、制造开创了新纪元。秉承品质创造价值、服务赢得信赖的企业宗旨，和以客户为根本、以创新求发展的经营理念，温工人迅速创造了通向世界舞台的辉煌业绩。在国际化采购规则之下，以领先的技术和工艺、先进的生产设施、精密的检测仪器、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，确保了产品的高精度、高品质、高稳定性，以完善可靠的服务赢得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客户的信任。产品陆续批量出口至欧洲、南美、北美、澳大利亚、中东、东南亚、非洲等地区与国家。骄人的业绩和事实使温工得到业界的一致认可，企业先后荣获中国质量协会建设机械用户委员会、中国散装水泥发展推广协会、中国科技成果管理办公室、浙江省人民政府授予的满意产品、优秀企业、全国建筑产品推广推荐奖章。温工始终坚持创新这个永恒不变的主题，
致力于服务中国砂浆事业和全球用户，为温工骄傲，为温工喝彩。温工人愿与您携手共进，创造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。